那些风波脑神麻痹患者李义文，现在不但做手工饼分享人生故事，最近在同乡朋友李炳冠鼓励之下，另外学做小胖，而且是羊奶口味。其实因为是我自己本身就从事羊乳的行业已经20年了，然后我自己公司也有养羊这样啦，因为就是宜文的产品它之前都比较局限在手工饼干跟蛋糕，那刚好就我有羊奶，那我就来提供宜文来试来做这个羊奶吐司，来看能不能开发一个新产品。为手工饼换学做小胖，李义文讲外行人看拢就是差不多，但是做小胖需要时间发酵，过程加真复杂，上考验的都是需要出来软面粉，因为要球员。球员的部分我就球没有很有力气，要用元气。这个产品对我来说，这个也有意义，也让我可以不可能过面包的一个女孩子，一个脑性麻痹，我会看说别人可以，但是我也是可以。李基本都开始学做的时阵，常常因为羊奶味相当，去影响口感，不断接受失败。但是伊无放弃挑战，最后在另外师傅指导之下，研发出香港好食羊奶小饭，而且也延续手工饼的理念，坚持用上好原料去做。这个厨师我们都用好的食材去制作，轻轻的天然油，羊奶的，是没有加任何的水分。去制作的，我们面包是用的莲花。现在李义文的羊奶小饭已经温暖分享，半条售价130元。伊讲未来也要继续努力挑战，结合水拿地产，制作出更加多烘焙产品，请大家期待。记者李克山差不多。